好，来，我们继续。刚刚呢，我们上次课我们是做到这一步了。来，图片来了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各种元素也来了，我们也学会画了，是吧？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要考虑什么？让这个图片啊动起来，听懂了没有？让它动起来。怎么样让它动起来呢？我们需要加。这样一段代码，在这儿加这样的代码，这个代码呢，我们在这儿写的一个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内部类，通过线程类来控制 paint thread。当然，我们暂时还没有学线程，当然呢就照着敲就行了 paint thread。然后呢，需要重写它的父类的一个方法，叫 public void run，在这里边。我们写个死循环，因为我们知道画这个窗口的话，是不是只要程序在，需要反复的画，反复的画，直到你整个程序关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这儿写了个 while true，写了个死循环。你去看 Windows 源码，对吧？Windows 源码，它里边肯定也有个 while true，画整个界面，明白了没有？都是这样的。所以这里边呢，while true 我们写了一下，然后呢，在这里边我们就调用一个叫方法叫 repaint，就用来重画窗口，听懂了没有？重画窗口，然后大家注意，重画完之后呢，一定要歇会儿，要不然太耗 CPU 了。歇多久呢？歇40秒差不多了，或者歇50秒也行。这是一个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知道1秒等于1000毫秒，对吧？此处的 sleep 就休息，当前线程休息是什么？40毫秒，40毫秒大约是乘以25，是不是一秒啊？所以我们大约我们是不是一秒画20多次啊？啊，是不是大约画20多次啊？听懂了没有？还是够了，对吧？对于我们人来讲，我们已经看不到它这个闪烁了，好。然后呢，在这儿它报了个错，是需要我们捕获一下异常。那异常捕获非常简单，你可以把这个错看一眼，它会提示你什么？Surround with trycatch，看到没有？右边是示例，大家看了是捕获以后的样子，捕获一下。你把这个 to do 什么什么这个去掉，好了，这就是我们捕获以后的，这样我的这个重画线程就写完了。定义一个所谓的重画窗口的线程类，线程类，那么是一个内部类，方便访问我们外部类的属性。这个 repaint 方法不就是外部类的方法吗？对不对？我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。好，这样定义完之后呢，我还要去干嘛？去启动它。如果大家课下敲的时候呢，关于这段代码有疑惑的话，你就拿来用就行了，直接粘过去。听懂了没有？因为暂时还没有学线程，你可以粘过去用。然后在我们这个 launch 加载窗口里边呢，刚刚是再加载一个什么？启动我们的重画线程。明白了没有？比如说叫 new paint 什么 thread 点 start。看到了没有？启动我们这个线程。好，启动了。当然，暂时我们你可能看不到效果。大家看是不是看到一闪一闪的了？好，看不着的话，这样，你不太确定它画没画。我们把这个 paint 这儿呢，我们加一句话。重画不也是反复调这个方法吗？paint。看到没有？我打印这样一句话，我们看看它是不是会反复的打印。看后面控制台，是不是疯狂的去调用了？好，说明我们这儿呢，线程启动之后，它被反复的调用了。看懂了没有？好，当然还有问题。如果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重画了，那么我要实现动画怎么实现呢？
比如我要让我们这个图片，对吧？我让这个图片呢动起来，它动起来怎么动？其实非常简单。现在我们画的时候是不是两百两百一个坐标啊？是不是写死了？你把这个两百两百用变量代替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使用变量代替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在这儿呢，我可以干嘛？我定义两变量，对吧？Double x one。因为我们用于测试啊，所以写的不太规范，先这么写吧。private 前面加一个 private double x one，然后呢，来在这儿我就用什么 x one 不就完了吗？好，因为我们这儿大家看这个方法需要的是什么？需要的是不是 int 类型啊？但是我们这个定义是 double，所以你需要把它干嘛？强转一下，哎，需要什么你转什么呗。在程序的世界里边，对吧？你就是老大。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听懂了没有？现在我们看一看，当然你这个转完之后还不够，我们这是不是默认是零啊？咱们给它一个值呗，等于一百，等于一百，哎，现在默认是一百一百。那么大家看，我现在跑起来有没有动画的效果？没有，为什么呀？你这个 x 没动嘛，你把它变一下不就完了吗？x 加等于。三，每次调这个方法，我让它加三个坐标，是不是动起来了？看到没有？好，当然我们这儿呢写的是什么？只是一个横向的移动，那我是不是还可以纵向移动啊？纵向是不是也很简单？y 加等于三，对吧？啊不。这是斜线了，变成纵向，你可以把这个去掉，注释掉，是不是纵向的？好，还有两个都变，是不是斜线了？这让你想到什么了？想到你们曾经学的方程嘛，表示一条线的方程嘛，还记不记得？啊？这不就来了吗？跟你们初中、高中学的知识又连上了。于是我们现在就实现一个动画了，这就是所谓的动画的实现，非常简单。当然，我们这个还是仅限于测试啊，这个整个这个窗口还比较难看，对吧？仅限于测试。好了，关于动画我们讲到这儿。